可以帮我买一下这样大的吗？大的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哦，没有问题，那这五块嘛，嗯，好啊，我那我再给你收个运费，就是也不用钱啊，我们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就一张公文钱，靠，公文200块啊，200块啊，多大力都收公文钱不为过吧？运费啊，运费对啊，运费啊，没有错吧？很合理吧？运费公文钱啊，靠，对啊，我5块，然后运费比我这张卡还要贵。合理吧？而且是40倍。听说你抽到那个9宫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利用那个嘛。对对对。哦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赚爆！哎，我这副超强，那个放逐跟你说好不好？我这整副放跟你讲，超屌！我跟你讲，超屌。那这怎么玩？啊？这怎么玩？就放逐啊，就是你就每次打开什么 VIP 先直接场地铺满了没有？然后花那花疗好像开始选花选花选爆。这样啊，这就可以，这就可以。OK， 9宫格赚烂，我说你赚烂了，你赚烂，你赚烂，你赚烂了。哦，回家我才做 VIP 打爆我哥，好不好？哎，对哦，那个忘记跟你说，因为那个 VIP 太贵啊，所以我就把全部换超级熊。靠，抢啊，一样抢啊，一样抢，一样抢。哎，我那9宫格还我啊！哎，哦，我已经卖掉了。刚好，靠硬卡，真硬卡。抓什么吗？硬卡。现在有人在玩硬卡的？有啊，我啊。老大抓雷枪。啊？哎，你是能讲哦，哇，太快了吧！大四赢了，赢了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看一下，2奖嘛，对啊，然后你只有3奖嘛，啊对啊，5奖没了，啊啊对啊，5奖，什么对啊，啊，你赚才打5奖而已，啊对啊，5奖啊，5张奖币卡，啊，要放6张你知道吗？哈，6张。还有正反，反。OK， 我先。嗯。赢定，赢定，嗯，赢定。你要抽几张啊？那个六，7张。7张，好。哎，哎，你在干嘛？放奖励卡。放奖，哦哦，奖励卡 ，OK， 奖励卡。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问新手啦，我可以问一下这是可以干嘛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什么事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打的伤害他60命，然后可以打10两。哦哦，行行行，那我可以放这只对不对？嗯，对。OK， 我先嘛。对。欸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只哎，这只可以，他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可以干嘛？就是他特性可以放下来的时候，再多招2只电系的基础宝可梦出来。哦，好，那我可以用吗？可以。OK， 好。欸欸。好，所以可以放这个吗？哎、欸、靠，这是基，这个不是基础的。哦，不是基础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新手啊，新手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。这个也不是基础的。很可爱，我想照它。那你先照它的 V 啊。哦，先照它的 V 是吗？哦哦，这个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哦，好好好好。然后再照一个，嗯，这可以吗？靠，这不是基础。哦，不是啊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新手，我新手。好，你太新手了。好，这可以了吧？嗯，可以。好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可以干嘛？交换2只宝可梦交换。哦，好，那我用一下，好，我用一下。这看起来比较帅啊。啊，这可以干嘛？我新手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靠，你自己组的牌不知道还是你？这就是那个我路边捡到的。就是从那边翻7张牌，5张。5张。哎、欸，你明明就知道，你明明就知道，你看考倒你了，来给我自己用干。啊，这个英文的我真的看不懂啊，我真的看不懂这英文的啊，太复杂了。看能不能渐行鞋？哦，渐行鞋，渐行鞋什么？就是我穿在脚上的那种，可以使用之后干来不脏，要不要丢掉？啊，可是这张呢？这张是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换我手抽老大。
哎、欸，来，直接抓你 Vista 上来。哦、然后230大四。好，那我抽一张。我感觉好啤酒，一两。没办法，你扛一下，好换你。手抽老大 ，yes。屁啊 ！yes。你做屁啊？怎么可能？奇怪，你是放几张老大？嗯，放好放满啊，你帮你计算的。靠，五张啊。对啊。对屁哦。啊，五张啊。为什么放五张？为什么不能放五张？哼，一个总不能只放四张哎、欸。啊，真假的？你不知道？啊，没有，我新手啊，我新手。哎，没宝可梦。哦，抽张。哎，抽不到宝可梦，可怜啊。四五六七。哎，都是进化呢，没宝可梦。嗯，好，再抽一张。对对对，该有了吧？哎呀，还是没有啊！再抽一张，抽一张。啊！没宝可梦，没宝可梦。哎，最后一次啊！你声音当然玩的都可以呢。什么鬼？来，没宝可梦，好，再一次哦，你没牌不可以抽了嘛，对不对？没宝可梦，不好意思啦，你输了，你没得抽了嘛。啊，你怎么没放宝？啊，你放什么？嗯，不可以没放宝可梦吧？你有放吗？你不可以靠我牌库啊！哈，你不可以靠我牌库，不可以，这是我的牌，合理吧？四倍，五块，40倍。40倍，靠！要正常。正。啊，这样我知道、啊。有啊。啊哈、啊。不要这样玩，干嘛这样？不要乱指。你干嘛要乱指的、啊？嗯，神抽阿克罗马的实验。